来收拾是吧？啊，这个干根我先给它拽下来烧火。啊，行。这葡萄都成葡萄干了。嗯。烧起来这玩意儿。啊。你俩在吵呢，上去。咦，这够烧火长时间呢，也确实有烧的了。哎慧成，有一个粉丝朋友说让我做一个红烧狮子头啊，今天我挑战一下，还没做过呢，不知道能不能整好。老爸，点火呀！啊，行，来了。油不够了，小妹。这小味儿挠挠的，这么样能闻着味儿，香味儿的，香哈。嗯，找着吃吧。那挺好啊。饭了，这样太实在了。看来这个热完吧，太热了。这个是知道叫啥不？啊，这是狮王头吧？红烧狮王头啊。嗯。哎呀，饭蘸点汤。嗯。这家结婚时候那个做四喜丸子就做了，是吧？嗯，那有个四喜丸子，但是不是四喜丸子，它不叫狮子头。这是石头，嗯，在咱这儿啊，就是这种事儿。居生淮南则为居，生于淮北则为子，咱这就叫石头。嗯，你想吃四喜丸子？啊，拿一小盘装四个。我端一小盘，我四喜丸子，我往那一蹲，造呗。嗯，饿。这家伙整半涮的老香了。嗯嗯，好，天明，好，哎，我也吃一半。嗯，这家好好吧？嗯，
好好吃的。嗯，十块。都是肉，都肉。哎呦，这大狮子头。你知道有啥吗？不知道，但是好吃有味儿。脆香那个加料。啊、哦，我啊，怪不得。口感好。嗯嗯。大，今天你的馅儿做的挺好。大家也笑了，嗯，挺好的，嗯，我孙子挺好。朋友们，今天是挑战粉丝点的一个菜呀，红烧狮子头，感觉做的味道还是挺不错的。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想看慧生做的，可以在评论区里面打出来，我们评论区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